我要抱摔人家，你帮我接住，接好哈。那我们如果直接抱会有力，所以我的双拖掌要拖一拖，有没有？双拖掌。这样才给他抱得起来。好，先换你抱我。如果你做不对，你就抱不动。来，在我后面。对，双拖掌抱我。对，好。对，留下我。对，好。拖哦。对，用膝盖从这边进去，进来。对，好，做拖掌，两个拖。对，好，拖。你看他做不对就抱不起来。这双拖掌要有领劲，对，领。好，不容易哦。这双拖有领劲哈。好。那我今天就太极拳的60式前16个动作的用法的讲解到这里，谢谢。